手不足，检疫圈有工时限制，机场防疫危机重重。年仅两岁半的嘎比一闻到违禁品立刻席地而坐，果然就在旅客包包搜出香蕉一串，为台湾防疫立下功劳。但却有网友质疑，非洲猪瘟爆发，小港机场怎么不见他们上工执勤？我们在高雄机场这边目前现在是配有五组的检疫犬，检疫犬看似很充沛，但他们工作范围涵盖高雄、台南、金门等机场和小三通码头检疫站，甚至偶尔得飞到台东支援，针对邮轮船班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支援台南检疫站的部分，然后下去做调配的话，其实检疫犬的部分是确实是实际上运作还是偏少啦。每只检疫犬都必须经过长时间栽培才能上战场工作，但训练速度跟不上勤务需求，加上为了避免他们过劳，不管是工作时数或是出勤时间都必须符合法规，因此光靠检疫犬防疫根本不够。每天大概出去执勤时间不会超过4个小时，每次侦测班机尽量是不要超过40分钟，因为会让他休息至少10到20分钟。检疫站表示，检疫犬揽下80%检疫工作，但不足部分目前只能由海关人员以 X 光机和人工协助查验，全力防堵非洲猪瘟侵台。地方中心高雄报道。